在他们的眼里，我们已经是中国的卖国贼了。所谓修炼者，多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身份，就多一份暴露的危险。我一定要抓住叶冲狐狸的尾巴。每一个和日本军政处有直接联系的人都有可能是秋蝉。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。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，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。谁得到这女尸，谁就是秋蝉。秋蝉还活着，除了她，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蝉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我们被利用了。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，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。我们已经丢了一个湘江，绝不能再放过这只秋蝉。